比较不一样，他我们的老板娘，好不好？来个掌声给我们的珍珍小姐。这套衣服是真的、啊，哎，这一套真的、啊，你小姐抓高哎，这不记得叫啥，我把路走哎，新人啊哈，很少看你穿这样子哎、欸，老板娘，不习惯了，哎，我们叫他老板娘，你不要以为说他是我们经营舞台秀老板的老婆，不是啊，他是自己有经营自己的这个生意，所以要叫老板娘。水阿叔啊，阿叔，请阿叔。哦，我平时把钢，干嘛你这样子？我平时把钢啊。后面那句话比较好听，讲后面那句话。谁要跟他视频？我不想对别人啊，你我不能跟你讲，你打败我给讲朋友咩？没有，我不能讲朋友。你好弱，你的等于加酒的。在哪？美颜就加美颜。在哪里做的、啊？这一套。新加坡。新加坡还有做这样的衣服。哇、哦，很难找得到哎、欸，真的。他的服装是有没有？六百一贵多等。过来，你在讲什么？阿妹又古广告，不要了。几岁哦？后面你在做几条红雷不？他一直说为什么这么短、啊？又看到你的大腿，你近视的吼、哦。大腿是很美啦，不错啦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哈、哦，台厂。对对对，你太了解我了。我厉害，你卖球台。我练多腿应该本书正玲玲哦。我没有。你也在帮我讲我。我也在啊，你看。你也在，这靠我也在。你就爱问过伊啦，我唔知。对，会使。来，都徛啦。你咪问我，还没有徛啦。我你的太做。哇，他说可以。哎，他很大方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东西不用问他老婆的，因为王雷哈、哦、跟他老婆出了名，在我们歌台两位哈、哦、狼狈为奸的。对，你不用，你什么东西问他老婆哈，我都 OK OK OK。那你不用问了，不可以。对，不可以摸的啦。对啊。对啊。看到没有，很多 camera。当然，我们的珍珍小姐呢，也是呢擅长唱一些珍妮的歌曲。你不能讲老师。擅长唱一些珍妮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来把握时间，让我们的珍珍呢带来一些怀旧经典的好歌好曲。第一首什么歌？天真活泼又美丽。珍妮的歌曲。对。